真的是一三九九。你吓我一跳！不是你都没跟我打招呼来我家，你为什么不说一声？我按门铃，你又没有开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个高总说找不到你。让我过来看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昨天晚上稍微有点着凉了，多睡了一会儿。着凉了？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需要。你可以转过去一下。换衣服，换衣服，下去。那不然呢？这里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我没让你转过来之前，千万不许回头啊！知道。你要是回头的话，后果自负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回头啊！知道了。你还好吗？好了，转过来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高总说有一个合约急着等你回复，一定带过来。哎，我知道现在目前的具体这个案例，我们公司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处理一下。嗯，那至于其他的具体的提案，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跟你说。好了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上班了，老庄。你说你既然都来了，为什么不帮我多做一点事情？嗯？啊，我都一天没吃饭了。那这样，还是我帮你弄点吃的。哼哼。